我这边小戴，欢迎来到英雄。谁是小？打野跟辅助。小戴吗？为什么是小戴？圣女，很高吗？一个100，一个80。有。呀呀呀！我饿。全军。这卢仙打小鱼，还带着护甲上。我的天使打你带多伦顿，别整傻了。这龙都打天使还带着护甲，紫砂骂啥呀？那扣一下，你真捏脸马尾。扣一下，哎呀，扣一下，扣一下，捏，捏，捏。开营二级就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你闪现吧，得闪得闪。哼，心理变态。他妈两级就来了，我真的傻。他打完红就来了，我看到了。都是变态。天使也没闪啊，凯隐也没闪，不亏这波。他们以为他们很赚，实际上他们已经输了。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天使太菜了，他的妈一个前期这么近战的英雄，他跑到他妈我塔下来玩，这他妈是几个意思呀？没看懂。他一个近战英雄，前期又没什么杀伤力的，跑到我塔下，你是几个意思呀？蒙多，走这边。你飞斧，贝尔龙，哎，再来一斧。无情菜刀。
记什么英雄啊？来蒙到这儿。走位，那我蛇劈去走位，走位走他妈蛇劈位。刀怎么秀的？感觉因为人已经被砍烂了，你知道吗？裂开的兵线，人已经被砍烂了。你还没吃晚饭吗？嗯。那是弱赛道呀。回城。回城。把我这里杀了，留个在这里杀杀他。来上面上面杀天使，杀天使，杀天使。这个战斗力强不强有问题，我是你妈，我这个战斗力强不强有问题。我有点烦，有点烦，有点烦。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这连被削了。刘哥，你削了两次，又他妈削了吗？给你这个信息点削了很多次。走这边，拿个槟榔来呀，马丁，快点啊，四哥！已经给你拿了，就在你周围。看到我了。王德旺，走这边。嗯
变身了，变难看了。在上路，在上路。反正天使不敢这么冲。我操，还不走，你快干他！他没大的，没大没闪。你看能不能去把德莱文杀一次？这天使杀他现在意义不太大，而且我有大就可以杀他，我月塔都可以杀他，主要是要把这德莱文的节奏断一点。往我这一跑，往我这一跑，往我这里跑。他妈都知道我来了，我去不了了，南凯。啊，真的很灵活。三人怎么这么低？凯隐多少什么状态？啊，真的很傻逼，这猫不奶我，挂我身上。
更多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这个就振奋，蒙多是得出振奋。这条龙没了，赶紧发育，看看能不能逮到这个天使，或者看他们中路。他们中路想团，来来来。推塔吧，我带线去了，我得保点自己发育，不然等会顶不住的。这德莱文天使输出巨高，我这把发育不好，我会被秒的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蒙多，走这边。德莱文是盾弓，拿小骨吧，用小骨防御过来打我腿。好凶哦！天使不在，这波我去。可以没闪，可以没闪。可以没闪，没大，没闪，没大。保护，保护，保护。会我这就可以，他们上头了，快快扭转，收割收割收割，一个都不能走。我直接绕远路，我直接绕远路，我直接从外圈，我直接走外圈，你走内圈。OK OK All right， 这边。OK。你还张兵，我是你妈的批！你妈就 A 了一个兵就不了，你他妈 A 的是炮车，你他妈人头也吃，你妈兵也张，你是人。哦，你现在哦，你才嘴硬是吧？打野张兵。哦，我的。给快给眼，快给眼，快给眼！我踢的，我操，这么恶心！这里有眼，这里有眼。啊、眼呢？我直接踢下面了。来追追追追！来了来了来了！粘住了！追！
我子弹有好肉哦，救他！男爵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波买了个500的那个钢铁合计，没买我已经死了。我等。能打也在。怕机关。你想干什么东西啊？你一个小鱼想抢啊？哎，笑死我了。留个吃鸡不？啊？吃鸡不？吃什么时候？那就是玩不了了，吃鸡不？我你妈玩不了上红了，你妈逼老子早上上的班。啊？你早上几点上的班？反正很早就来上班了。小调皮蛋。嗯，砍影纹挺好的，还想来给我戴痛苦面具。我已经有半年没吃过鸡了呀。下路下路下路，砍影没了。我跟妈咪两个人就是一个军队，我根本不需要你们输出，我就发现了。我跟妈咪两个人啊。意思是要害羞，专治花里胡哨。你说实话，你说实话，你可以跟猫二打五，等你16级。哎，直接聚焦。哎，妹妹。我1000块吗？好，要不要这个？咱俩进了1000多块钱，1300块。红给卡莎吃了。这卡影好想的，这种时段还在做。你多久16级啊？不知道，反正先打土龙，先打土龙来了。只要粘住了就跑不掉了。
还能追。我操！哦，单吃哦，单吃。哇，这他妈被我疯狂单吃的天使，又他妈单杀我好兄弟牛奶。哇，真的很他妈过分，真的太了。二杠七，二杠七，杀了这三杠七的。老六啊！这次马上十六级了。80%的暴击几率，你不过一直暴，你妈假的吧？我80%暴击几率。游戏结束。大龙，大龙，刘哥。来进来，我是你的妈哟，好猛啊！你知道他们打人有多疼吗？没有猫咪，你妈打人太疼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天使一个 Q 减他妈双抗，德莱文的无尽收集者加盾弓在那里乱哒哒哒的掏我透。没有永恒的坦克。大龙吧，大龙吧。蓝盾安排。这天使16级了，打得很痛的。对，他们天使刷起来，天使现在打我也很痛。呀，我们的兄弟在乱送。这帮逼以为优势是他们打出来的，就都膨胀了。这都没打死，来！你妈关键只能，你知道关键时刻只能靠谁吗？靠他妈多多！有点喊就溜了。很明显呀，怎么说？你妈太下路了！现在对自己不自信，刘哥。拿下。